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来讲讲大门的风水，宅有吉凶，门路为重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宅子阳宅是有吉凶的，有吉宅，有凶宅，而宅子外面的大门跟大路为重中之重，阳宅守重大门者，以大门为气口，以大门朝向不同，对运气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也不同。大门朝着不同的建筑，不同的物体，都可能对家中的每个人造成不同的影响，所以门外或者门内各种物体、家具、家电、用品的摆置和陈列，包括大门的颜色、图案等，都对风水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因此，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说说大门的风水讲究。一、大门风水禁忌事项。一、开门见冰箱。大家一般都会把食物摆放在冰箱中，而食物在风水学上也是财富的象征。开门如果看见了冰箱，也就意味着一开门别人就看到了你家的财富，这样你家的财富容易招人惦记。而且入户门经常开关，细菌容易被带入，如果开门看到冰箱的话，细菌容易沾染食物，对家人的身体健康不利。二、忌门上破洞。入户门作为家人脸面的象征，如果出现了破洞，会导致一系列不好的影响。如果是大门上破洞，这种情况容易影响家人的财运，使家庭变得贫困。如果是家中的门缝上有破洞，代表家人的虚火旺盛，对身体健康有严重影响。此外还会让家人之间发生比较多的口角，不利于家庭和睦。但其实这类问题的化解方法非常简单，可以及时把门上破洞的地方修补好，或者直接换一个新的门。三、忌有两个大门。主次有序是中国人非常讲究的，而家中的入户门也代表着主位。但如果家中有两个大小相同的门，会有尊卑不分、常有失序的暗示，时间一长也容易让家庭变得四分五裂。如果家中确实有两个大门，一定要一大一小，主次分清，小的门平时尽量少打开。四、忌开门见向下楼梯。现如今的商品房中，有些单元楼难免有开门看见向下楼梯的布局，这样的格局在风水学上被称为卷水帘，容易让家中的财气泄露。五、忌门对门。现在的很多单元楼中有门对门的格局，而两门相对在风水学上被称为对门煞，这样的格局不仅会暴露隐私，还会容易让人心神不宁。可以选择在门上悬挂天官赐福的挂件，两家门上都挂最好，或者可以考虑在户外门的位置设计一个玄关，这样可以起到缓冲与阻挡作用。六、大门不宜与尖角正对。现在的城市建筑在造型设计上越来越下功夫，也难免会出现尖角的造型，但是如果这样的尖角造型与入户门正对，不利于家人的身体健康，而且长期下去还容易导致人疲乏无力。七、忌开门见大树。大门见大树在大多数的高层建筑中基本不会见到，但对于部分别墅或者农村住宅，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格局。但其实门前的大树也不是乱种的，大门大树种在大门的左边，也就是常说的青龙位，这样的格局对于家中的男主人会有帮扶作用。但如果大树种在右边的白虎位，家中的女主人容易挑花缠身，最好把这样的树砍掉。此外，如果门前的大树根部有肿块的情况，家中的主人呢容易生病。八、大门不宜正对道路。如果大门与道路正对，容易导致夫妻之间的感情失和，引起纷争，也就让家宅不安。与道路正对的大门还容易影响居室聚财纳气，好的风水全都藏不住。大门向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庇护作用，但在风水上不管是门后的风水还是大门的朝向等，都有很多注意事项。不注意大门在风水上的讲究，容易给家人的身体健康以及家运产生不好的影响，因此大家在装修时要注意好，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帮助。二、门后禁放之物。一、尖锐之物。风水上有尖角煞一说，对家运以及个人健康都极为不利，所以在格局设置上要尽量避免。由于任何带有尖角的物品都可能形成尖角煞，例如常见的便有剪刀、带刺的植物、螺钉等等，所以这些物品一定不能放置在入户门或者室内门的后面，否则所产生的煞气不但会冲散财气，而且也会导致夫妻感情不和。有些家庭喜欢在门后面安装挂钩，以方便悬挂帽子、围巾等生活物品，而固定挂钩可能会使用铁锭等，此时就要格外注意了。铁锭一般为金属性，而在风水上水代表着财气，从五行相生的角度来看，木属性的门就具有招财的作用了，但金又与木相克，所以无论是入户门还是室内门，千万不要在后面使用金属性的铁锭或者其他螺钉，以免破坏风水格局。二、镜子。镜子在风水上为极阴之物，所散发出的寒气以及阴气
都会对家中的气场和运势带来不利的影响，但它又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常用物品，因此为了不破坏家居风水，一定要注意镜子的摆放位置，尤其不能直接放在门后面。门后面本身就是北阳处了，容易产生阴气，若再将镜子放置在此处，只会增加室内的阴气，造成家中阴盛阳衰，这在风水上被视为大忌。另外，过程的阴气会阻挡财气入室，容易形成漏财的格局，让家中财气无法聚集起来，与屋主的事业运也极为不利。三、冰箱。冰箱同样不能放置在门后面，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，也是最容易犯的忌讳。冰箱是家中储藏食物的地方，积纳了很多的福禄之气以及财气，在风水上常将其称为暗财库。虽然入户门或者室内门都具有吸纳财气的功能，但是门后位置因为过于阴暗，并不利于财气聚集，所以作为暗财库的冰箱自然不能放置于此处。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，将冰箱放置在门后也会导致守财困难，因为一进门便可看见代表财气和福禄之气的冰箱，自然遭人惦念，形成破财之局在所难免了。四、堆放杂物。每个家庭都不可避免会有一些杂物，这些杂物往往带有很重的污秽之气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很容易造成居室内气场紊乱，不论是对整个家运还是对家人的健康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。而门后本就是阴暗处，若再堆放了杂物，阴气与晦气并生，就极易扩散开来，冲散财气不说，甚至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，造成家庭不睦，争吵不断。三、门后宜放之物。一、毛巾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一直都有接风洗尘的习俗，表示从外面进入室内，需要使用毛巾之类的物品，将身上所携带的灰尘或者脏物拍打干净，以免将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带入家中。而毛巾便代表着洗尘，所以将其悬挂于门后再合适不过了，既不会影响家居风水气运，也避免了污秽之气或者脏物进入室内。不过用于悬挂毛巾的挂钩最好选择粘贴式的，同时避免金属材质，以免与木门相克。二、门垫。从生活角度来说，在门后面摆放一张门垫可方便换鞋，而从风水角度来说，门垫具有挡煞的作用，可避免邪祟之气从外面进入室内。摆放在门后面的门垫最好选择大红色，在阻挡煞气入内的同时，也可以吸纳进更多的财运福气。三、入职。由于门后为背光处，容易产生阴气，但如果摆放上一两盆生机勃勃的绿植，则可以很好的抑制阴气的滋生。不过由于门后多半光线不足，为保证绿植正常生长，可选一些喜阴植物，例如绿萝、虎皮兰、君子兰、百合竹等等，容易养活，而且四季常青，还兼有招财的作用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